任何一个单句呢，现在你们第一个要学到的就是查询，查询很重要啊、哦，查询很重要。譬如说，我现在把那个品号里面呢、哦，我把库存里面的品号当做一个很重要一个资料。好，这个品号呢，我要建立的时候呢，我可能要先查有没有这个东西。那查的时候在这里哦，对不对？查询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好，你按一下呢，它会出现这个，出现这个查询的一个框框。这个查询的框框，假设你看这里面品号，它是以品号为查询哦。查询的时候，如果不给它任何条件，通常我们在图书馆查资料啦，什么地方查什么资料的话，我们有一些这个叫做逻辑运算嘛，对不对？等于嘛，啊、哦，假设品号等于10065601，看有没有这个，如果有当然它就出来啊，啊没有的话当然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查不到了嘛。好，可是呢我们如果不是很明确的话，我可以用小于或者多少，对不对？大于小于，譬如说我小于10006，看有没有这个，我按确认也还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它就表示说你这个并没有这么小的码，那我们用多少？譬如说这样子看看，就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小于它的码就很多了，这是查询的一种方式。当然，我们这个逻辑运算有这么多，等于、大于、等于，好，这是考题的重点。这个百分比 like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，只要 like 出现，就表示说它是字串，字串知道吧？跟字有关的啊。好，现在如果说我打一个字，好，我打一个中文字，我打一个电字，然后百分比 like 百分比，你看它出现会什么？你看一下啊、哦，再来一次哈、哦，品号没有。没有，表示说它品号数字根本不可能是有电字的，因为它都是数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说假设是 like 是5呢？50好了哈，确定，它就会很跟有50出现的，通通会出来，有没有？而且50是不管它在前面后面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查询很重要的一种方式，当然。我们还可以怎么查法呢？假设我的数据很少，我根本不要按什么，不要写什么，我一次出500笔的资料，我按确定，直接出确定，所有通通出来，而且最高到500笔，这样知道吧？啊、哦，好，如果我不要这样做的话，我最高看多少笔，我只有100笔，它就会出现每一次出现100笔给你查，啊、哦，这种概念。接下来。我们在书本上查资料的时候，不是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，不是会有一个叫做进阶吗？对不对？那这就是运算关系咯。假设我品号呢，我希望我的品号大概多少呢？品号假设在有50的品号，那我必须要怎么样把这个条件加到这里面来？好，然后 and。再一次的话呢，我可以做什么？譬如说，品名呢，打一个中文字，我打一个中文字进来，好，加入，它就会有50，而且有电的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。好，这个查询进阶查询之后呢，后面这里还有一栏。这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你查到这么多资料，可能很多笔，那它可以排序，它可以排序。假设用品号做排序，我把品号按过来就排序了。那你看到箭头往下按一下，往上按一下，往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往上，往下，那就表示降幂或者升幂。我刚刚讲到这里哈，大概每一次考试都有2到3题。这个部分，包括你怎么查询，包括怎么降幂、升幂等等，啊，好，那我如果这种条件设定好以后呢，我按一下，
出来，结果没有任何条件，那表示你找不到这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找不到是为什么？可能是这一个，这个有问题，这个地方有问题。好，清除一下，我只要品名加入，哎，那这样可能比较容易找到、哦。啊，有了，你有发现电字在这里，电字、电字、电字，只要电有出现的，它通通会出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看，如果我要找这一笔电在最后面的怎么办呢？如果我要找电字在最后面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Like 就是字嘛，那百分比 Like 就是电会在最后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啊、哦，哎，怎么跑到前面去了？啊、哦，我 End 了，我搞错了。好，来，抱歉。在前面，这在前面，哎，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问题啊、哦，不对，这个才是好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说电视在最后面嘛，啊、哦，我刚刚说电视在最后面嘛，应该查到是这个，因为这是它同一个品号里面呢，我把它抓出来的，应该是这一个。这个它只有箭头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我们再试一次，假设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个？应该，哎，不对哦。好，那这个我再查一下，可能这个系统有点状况。我们这里面原则上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有一个图给你看哈、哦。我、哦、刚刚没加入是吧？哦，我漏了加入，好，抱歉。好，还衔接比较敏锐。好，来，我把刚刚这个要加入，我先把它清除好了。这个加入，好，没错，好，刚刚衔接讲对了哈。我忘了一个手续，一个程序啊，加入的地方一定要加入。刚刚我讲的时候没有做好哈。好，那这种概念呢，就是我们寻的查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。到目前为止啊。任何一个，我刚讲这个部分哦，任何一个作业系统查询方式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刚刚查询的是都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考题啊。哦